啊，什么东西？我说我床现在到处都是蜡油跟香灰。他想。打药，不要拖我，很痛哎。不晓得两把刮痧的枪碰在一起会有多刮。短管散弹枪真的是我的幸运东西。真的耶，两枪。哎，前面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的那种，很嗨的那种，已经打起来了。我两枪就没了是什么意思？太扯了吧，是准度。这他还要硬。有时候还有人啊。マークに向かって。太多人了，卡在中间。再也不是我的幸运强强了，我把它剪辑了。各位晚安，今晚的裸体很愉快。现在是以这种形式来结束这把游戏。晚安了，各位。晚安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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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累了，累了。不知道你教我，我现在该干嘛？我现在该怎么？好，来。我真的不知道哎，很难不去想哎，你知道吗？叫我去吵人家啦，干，我终于知道了，我下次有什么事情我不会再问你，操。那我该感谢你吗？你让我看清楚一个人，让我看清楚，是早晚。
啊干！哦，有没有深一点的碟子让我点呢、啊？哎、欸，那我等一下干嘛？睡觉我肯定是睡不着的嘛。自己喝酒吗？不行。办法可以再去认识新的妹妹吗？如果我不要再去伤害你了，现在不可能还没睡啊，几点了？对不对？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到很喜欢他、欸，还是是因为我现在放不下。我说前女友，我觉得我没办法再跟她回去之前那种两人相爱的感觉，但是我对她很愧疚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香，这个。闻这个香很像吸毒哎、欸！他超香，我觉得我算了一个。